肉一块，芒果在我们产地其实不值钱，就是被那帮坏人两三块一斤收走，转手卖给你们七八块一斤。看一下这个品质啊，这种都是当肥料的啊。盘点主播带货翻车名场面，来开瓜验货啊，看这质量啊。这个不行。都问我黑布林大李子甜不甜，甜。来来来，你看别人拍作品啊是为了挣你们的，我拍作品啊我可一分都不敢挣你们的。现在枇杷熟了啊，这是我们家的枇杷，特别好吃，一点也不酸啊。这个呀不是菠萝，这个是咱们海南的金钻凤梨。像这种凤梨啊，我一天可以吃30多个。来看一下我们家这个垃圾袋，10斤、20斤、30斤，它不是普通的垃圾袋，它是钢袋，冲绳式的设计，无力伤手，可以承重30斤的水。今天啊，咱们就尝尝这个酸酸甜甜的牡丹皮。特别好吃，但是这个蒜哈，它真的是蒜。70多块钱一罐，不是蒜。我把东西吃完。说这像栗子，特别甜。我一盘栗好不好，行不行？把生鸡蛋来，让小姐姐坐到屁股下面看一下会不会烂。如果说你买回去去做同样的测试，跟主播做的测试不一样，直接退回来，我给你承担来回的运费。来，让小姐姐打开看一下鸡蛋有没有碎掉，家人们，来，牛逼不牛逼，家人们？给你们看看我们农村的羊柿子多么水嫩多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尝一口，非常肥美啊！一般的话油都会比较难洗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款羽绒服我告诉你，滴上去油一擦就会擦得干干净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把录屏打开，我要开始操作了，没有时间解释了啊！来看好啊，油、哦、哎，就简简单单这么滴上去。哇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把录屏打开，看好，简简单单轻轻这么一擦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么轻轻一擦就会擦得干干净净，一点都看不出来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这都碎成啥样了，咱把钢化膜揭开看一下子，里面的屏幕稀碎了是不是、啊、但是咱钢化膜一点事都没有，你们就说咱这质量多好吧。然后那个不行，我实在编不下去了。诺诺的全家福啊，其实我很少吃这种棉的，有一些的老铁发私信让我吃。你们确定这个东西我买的不是吗？